Hello， 大家好。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少少嗰个 rope trainer 咧，就呢个啦。点解我哋会做咗呢个 rope trainer 出嚟呢？因为放我哋嗰啲全部单手 backhand 嘅朋友，单手 backhand 嘅朋友，尤其是你哋啊，当然咧，双手 backhand 嘅朋友都需要啦。不过今日咧，我系分享个单手 backhand。的朋友需要的東西的 OK， 那呢當然啦，這個呢有些很 fascinating 的東西你要記住看住 keep 住看 OK， 但是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們可以呢在這裡 OK， 我們放了下去的位置呢它呢就會很 firm 的，很正的，很 firm 的。那呢我們這個呢就當然我們可以幫那個 shoulder abduction adduction 的動作啦 OK，當然呢它是一個 resistance， 有三個 resistance， 最好的 resistance 呢就是呢我們輕的那個反而 OK， 你是呢12至15下呢給到個 burn 你這個 deltoid 和 shoulder 的動作呢就會幫到你的 backhand 的 OK。 當然你的 backhand 呢有很多朋友呢會做這個動作啦，當你打 flat backhand 的時候 flat D 啦，那你會有一個 shoulder 的動作的。當你做這個動作 呢做完這個 training 之後呢你的 muscle 被 strength當然有些朋友呢很喜歡接隻手的，他們 backhand， 但我叫他們不要接，但是當然他們有一點接，那你應該怎麼做呢？就要做這個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OK， 那當你做完之後呢你要做第二邊，不過呢我用左手去 show 給你看，就是 internal， 這個就是 external OK， 那這個非常重要。有很多朋友呢他們呢會打 backhand 呢會這樣的，因為以前呢有些Sampras 的 backhand 都有少少依個曲直的動作嘅，之後咧佢先會直翻嘅，咁啊呢個非常重要。咁好啦，咁另一樣嘢咧就非常正嘅咧，就而家咧掹翻佢出嚟咯 ，OK， 即刻掹到出嚟。另一樣嘢就非常正嘅咧，可以幫到朋友咧就依個喎 ，OK， 睇住到喎。OK， 是不是很正呢？即刻可以 within 10秒之內呢， under 10秒 under 5秒添，我們就做到這個 down up 就 low to high， 小心你手腕啊，一點呢不要用手腕 firm 了個 wrist 的位置呢做啦。那我們教的時候呢就要 make sure 你在個 anchor 那裡很近 OK， 那你一看到呢我現在做一個屈膝的動作呢 OK， 是不是我的 down up 的，很多朋友呢就沒有這個 down up 的動作 backhand down up down up， 你做多12下呢至15下呢你的大髀都有一點冤的，所以你打上去呢就然後呢就個 stance 會攞多一點，你要有個 hip press 了，大家 backhand 有沒有有 hip press 了，大家的 single hand 的 backhand OK OK 是不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動作的。當你大家做一個 single hand backhand 呢，是不是你就會可以做到這個動作，是不是這個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當你打 backhand 的時候呢，當你的 core 在那邊，是不是你落上，是不是落上呢就會有這個動作的 OK， 非常重要啦。那現在呢我們跟大家分享呢，你都可以做這個 forehand， 你可以做左手，我們的 two hand backhand 的朋友，是吧？有 rotation， 是吧？是吧？那當你們打 backhand 的時候呢，你們就會上了嘛，是吧？是非常 important 這件事，是吧？那呢，當然啦，有另一件事就是呢，當你們做 serve 的時候呢， alright， 當你們做 serve 的時候，如果你是拿著橡筋的呢，有幾件事喎。例如橡筋呢你是不會去到那麼低，因為為什麼呢，它沒有位置嘛，它很遠了嘛，橡筋有條 length 的嘛，那呢但是你看看，我拿出給大家看，我去到這個位置看看，大家看到先 OK， 這裡呢 OK， 去過一點點看行不行 OK， 大家看到它呢拔出來，你數幾秒喎，使不用很多秒，我不用的。那我現在呢你看看我去到那麼低呢， usually 呢橡筋已經鬆了，那這裡呢我會上啦，
咁咧就可以做到 serve 嘅。咁不過咧，而家咧有人去 book call， 所以咧 ，guys come in， come in， guys 有人 book call 咧，咁我就要 cut short 呢個啦。咁咧個 serve 嗰度咧，你都可以做嘅。OK， 咁變咗咧，如果係一個elastic 帶咧，都係好嘅。不過你去唔到咁低咯。OK， 你去唔到咁低個位咯。你明我講咩？大家明嘅請個 yes 俾我。但因為依個咧，佢自己會有個 contraction 收埋咧，你可以做埋 serve 嘅。咁我只分享俾大家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又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description 入邊咧有個special deal， 希望可以咧 share 個 workshop 俾大家，教你點用。Thank you， 拜拜。